来等会要进行一个秘密行动，由南台县领军的 Sounds Club 在台湾正式登台开唱的前一天，决定前进闹区街头来个快闪演出。혹시뭐긴장하는거있을까요？저희작업실에서갑자기제가멤버들어스키마저해서합주하러 가고있다가그러니까야외현장학습很巧的，所以等于他们在韩国其实是蛮常这样子的动态，所以对现在也不会紧张。OK， 看来真的是一点都不紧张。Sounds Club 带着平常心准备前往目的地，在快闪活动前一小时才公告的惊喜，到底现场会不会有歌迷呢？哦，小群粉丝准确 catch 到这好消息，早一步来到了现场，等待欧巴们的到来。而 Sounds Club 也不浪费时间，赶紧飞听乐器，只是鼓手和贝斯手缺。Are you nervous? Oh, too close. 준비안해도돼요？네괜찮습니다댄싱할거예요아이따가댄싱할거요네他们等下要跳。耶，期待。Freestyle. OK OK.因为场地限制的关系，虽然无法带来设备完善的演出，不过 Sounds Club 靠着两把吉他依旧征服了现场粉丝。你好。Beautiful city.Oh, she sounds close.재밌어요 I love you! 네 빠이빠이
出南泰炫唱完的爽快和对台湾粉丝的特殊情感，首创韩国艺人快闪街头演出，不仅展现出 Sounds Club 的平易近人，也带给歌迷们一个难忘的惊喜回忆。完全乐超选独家报道。